Hello. Hi, good morning, Mr. Kramer. Yes. Hi, this is Luna. Do you happen to have my magnet card? Yes, I do. Okay, all right. So should I just check back? How are you? I'm good, how are you? Do you remember to bother you?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中文频道，我是 Luna。 今天呢以 vlog 的形式大家去了解一下费城的生活。现在是差不多3点钟，先要去看一个房子。好久没有拍这种 vlog 形式的视频了。我今天呢现在大概是3点半，我准备先去一下公司，然后我要去一个房子去看一下，一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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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的一个投资房，是我2年前打电话的时候认识的。老爷爷80多岁，这个房子呢，他们本来自己打算装修，结果装修装坏了，然后状况特别差，它后墙还有一点点就是可能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让我装修师傅去看了一下，我师傅说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今天又约了一下，我们准备再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情况怎么样。然后这对老爷爷老奶奶呢，他可以跟我挂在市场上卖，或者是我可以把他直接找个现金买家，或者是我可以帮他装修好，然后再拿到放到市场上去卖。这个就是弗兰克大道 Frankfurt 大道。这家店是卖甜甜圈的 Donut Factory。 我本来是打算1月1号之后就回公司来工作嘛，但是后来那个疫情变异，然后我决定还是在家里工作。相比之下，当然可能在公司的效率会比较高一些吧。你看我现在打印什么东西，有什么材料拿，我都每次还得过两天回一趟。They don't want to buy house so they could keep getting assistant. And oh, why is she so much bigger? How old are you? Turn one. Come here. Oh, you pee. Don't pee. Oh. Oh. 哇塞，你应该上面写着 Welcome back.华文还是2004年的时候，然后就慢慢的一直做到现在已经20多万了。你想想，通过房产也占很大部分了。对，但是我怎么说也没有。我到家了，哇塞，这光线不行。啊呜 ！OK。大家好，我现在回来了，我现在到家了，我准备吃一个外卖，然后顺便跟你们大家就是坐下来聊会儿天。我刚刚呢跟我同事还有我老板聊了一下，就是聊到大家刚来美国的一些初衷嘛，他们两个人呢都来美国的时间比我长，然后他年纪也都比我大，他们就讲了一些有关自己刚出国的我一个同事他是福州人，然后呢他刚开始来的时候16岁过来的，就很辛苦在餐厅打工，然后后来他就是靠自己赚的钱，然后有时候在餐厅打工2个月能赚个3-4千这样子，然后就反正每个人刚来美国都是特别辛苦那种。我老板也是来美国16岁吧，他就去工厂打工，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比较努力的，基本上没有停过的这种辛劳的这种在工作。但我跟他们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我年纪比他们两个都小，我来美国是刚开始留学出来的，我感觉如果我按照我爸妈想要我走下去的人生路程的话，我可能现在就回国了。我基本上身边所有的朋友大部分都回国了，留在美国特别少，我能记得的也就1-2个。大家来美国都是18岁19岁来读高中的嘛，然后
我凭借自己的能力留下来吧。然后经纪人这个职业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同样的，我回国了可能不会找到一个像我现在这么拼命这么喜欢的一个职业。而且美国这个国家给我感觉也是圆了就是一个美国梦。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想要去努力一些很多事情，你自己再努力，通过你的努力总是能实现的。但是在国内肯定更多方面要靠的就是家里的关系。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没有什么主题，就是给大家稍微录一下我在费城的生活。最近也很久没有跟你们大家聊天，所以我今天视频呢就先录到这里了。大家要是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然后关注我们这个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